五倍券今日十月八日启用，全台各县市都推出加码优惠。金门县除了每位县民八月份发放五千元纾困金，还有十月初再加码发放每人三千元金门县振兴券，以及连同中央发放的五千元的五倍券，金门县民每人可领到总共一万三千元的现金及振兴券。 若有需要公共宣传，请洽官方 Line。